每天现在找无人机去了，没电了，从那边降落了，然后啊这个也没电了，他然后建到那边那个路边上哪里的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赶快赶快，快被人家捡去了。我是第一次这个，他没电了，自己飞不回来了，天了，他我以为他自动会飞回来的，我还在这等着呢，结果他都已经没电了，现在飞到对面去了。哎，我哪儿啊，我这个也没得电了，我上哪儿，反正就在这个路边上，看一下，反正就是在这个路边上草丛里面。哇，这是哪，我感觉是在上面那条路吧，要不就是这条路，我这个遥控器也没有电了，走吧走吧，反正就在这个路边上，还通就是这个路边上。哎，来来来，哦不是不是不是，反正是在这个路边上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反正就是在这个房子旁边这边，你刚刚看了，就是那个房子旁边有个公路，旁边有个车，我估计是上面那个车，刚刚我看到旁边有个车停在那个旁边的，找无人机，刚刚还剩了20%多的电，我非要去飞，因为三个电池都没电了嘛，应该这就在这个边边上，不行的话你走下面我走上面，咱们挨着挨着找，这比如线无人机飞丢了，没电了，它被迫下，幸好没掉到那个河里去，我们本来在对面，它没电了就掉下来了，但是幸好没掉到河里面去，我感觉要不把我把那个手柄充上电，看一下那个视频在哪里。哎呀不行，在机器里面那个那张内存卡拍的视频，反正就在这附近。哎，就是这个车吧，这车有人吗，问一下，反正就这，要不下来走着走吧，就是这，我是看到旁边过一个车过，现在这两条路上面找啊，不知道飞哪去了，反正我就觉得房子旁边有个车，然后在那个路中间，现在只能一个一个的慢慢的找了，刚刚摩托车已经跑了一圈了没找到，现在再走一圈，剩了二十多个的电量的时候，他说自动返航，我以为他返了，结果他没有返，然后结果我在点返航的时候他就被迫下降了，差点掉河里去了，因为我是在河对面飞的，他这个在河这边，还幸好没掉到河里，我就看到掉到那个路边上还有车跑，唉，但我现在手柄也没电了，那个无人机也没电了，然后开机的话它是内存卡也在那个无人机里面，我还不知道具体在哪，老坦现在又得走下面了，应该在这条路的两边，我刚刚看到那个房子旁边有个路，要不就在那个路那外面那一条路上面，我就看到这个房子旁边有条路，然后还有个车子过，但是我现在无人机没电了，打不开，我最后的时候拍视频了，反正就在路两边，这个是无人机最后一个视频，看到这个房子，然后看到这个电线杆，感觉碰了一下然后就没看到了，找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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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今天找不到就算了，你看上面修的那个，我一直看到从那个电线杆子上面弄来了，已经没电了，没坏没坏，已经完全一个电都没有了，你看到没有，哦找到了找到了，今天去达木寺骷髅墙的时候上面写着不让飞无人机，我以为只是那个寺庙或那个里面不让飞无人机，然后我就带我们那个停车场，我们的停车场是对面那个停车场，然后飞，然后只剩了25%的电了，因为我三块电池都没有电了，所以我已经15天没住过电了，然后是准备今天晚上住电，就是无人机已经没电了，25我想飞一下，结果后面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只能飞到30米，飞到30米，那我就飞过来看一下这个房子，那飞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提醒然后返航，我以为他自己返航了，结果我还在那儿拍视频，他没有返航，就剩了12的电的时候，然后我才按返航，返航的时候他已经
没有时间了嘛，然后他就迅速就降落了，他就降到这边了，降到这边我就看到这个公路旁边，然后房子旁边，公路旁边，然后被电线杆子打了一下，然后就是这个电线杆子，然后后面我们又把那个手柄也没电了，充上电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又对着那个视频房子的方向就找到这里，然后找到了，居然是好的。以后的话，然后别人写着不让飞，只能飞30米的时候就不要飞了。有几次的时候是上面就是飞的时候只能飞到120米，他说要上官方申请，然后就没有去申请。后来发现其他的地方还是能飞到500米的高，但是有些地方它只限高120米，并不是我这个机器的问题，它是有的地方它是飞不了。这个地方是我唯一一次它只能飞30米的地方，后面我也不知道，还剩到12的时候它就不往回来飞了，然后它迅速降价。这边刚好有一条河，你看，如果它要回来的话，就是要从这个房子经过那条河，然后再到我另外那个营地啊。结果它没有飞回来，它直接降价了。如果它飞到路中间，直接掉到河里去了，还找不到。幸好找到了，下次注意，不让飞的时候坚决不飞，以后乖乖的，要不无人机就没有了。这是第二次了，第一次的时候是炸机，最后花了300块钱去修的。本来他是买了保险的，但是他们说买保险然后不划算，保险的话就是你要花的更多，然后就是自费花了300多去修的，它是中间一个腿儿然后断了，这一次是完好，下次注意。